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中嘉新闻，我是蔡小军。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发生了哪些事。26号上午一场好大雨，基金一路出现积水现象，排水因为宣泄不及，雨水都涌到路面。市政府公务处人员吉安乐区长简一泽紧急到场清理水沟，并通知警方到场交通管制。发现这个安乐区这个基金一路迈进路圆环这边有积淹水的状况，那因为它的圆环的外侧车道是比较低洼，所以它有容易造成溢淹的状况。那我们在行经发现这个状况的时候，我们就随即在做一个封路的动作。那请所有的车辆尽量往内侧车走，那那个内侧比较高，避免有那个车子会容易抛锚的状况。那目前警方也到现场协助做一个指挥交通的作业，一直没有停，所以才会这样，不然正常是不大会这样。由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气象署早上针对新北、基隆发布大雷雨特报，基隆市长谢国良立刻取消既定行程，前往灾害应变中心坐镇指挥，也和气象署密切通话。我们0922的晚上跟今天早上0926的上午，都在短时间瞬间降下好大雨，大概两个小时内就有超过100公里，那也都跟原来的气象预报有一点落差，所以我今天早上也打电话给气象署的署长，也感谢他们齁，大家讨论出一个更实时能够掌握天气变化的一个方式。那据他们的说明齁，在明天早上还会有一波的这个好大雨的降雨下来，当然现在的降雨量跟原来的气象预估会有一点落差，因为已经有连续有两次了，这个就是极端气候也有可能是造成这些落差的影响，所以我想还是呼吁大家这个要小心的防灾，然后家里的一些摆设设备希望大家把它准备好，然后沙包防水闸门尽量都要用到，那我们公所也都有准备很多的沙包来供民众使用，那我们会随时的更新我们的讯息后，那就在脸书或者在各类的讯息平台跟大家说明我们的一个气象的最新的一个情况。所幸这一场好大雨来得又急又快，水位很快就退去。市长谢国良强调，未来希望基隆市的讯息能和气象署同步，掌握最新的降雨量，提前做好准备。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最大奖就是跟宝江雨都基隆的生活百态融合在清明上河图的构图，制作成绿挂咖啡，还有代表庶民饮食文化的调酒三光。这款口袋飞软香肠都是入选基隆实践特色伴手礼。基隆之星赞！一般市民对于基隆有哪些伴手礼很难具体说出，基隆市政府从29家业者去实践商品选出实践伴手礼商品，像是人气之星获选商品，环境辣椒酱将瓶身变成块状包装，让消费者接受度大增。针对这种消费者需求，是这次 Case 大特别帮我们去做设计的小包装的，能够符合消费者的需求。几乎来讲，我们这个其实一推出10个，这两个做比较，10个有9个都要这个。那这是针对消费者需求的方式，然后加上文创方面的一些包装，我觉得是相当重要的。就是希望说，让我们的基隆哦，不是只有不是只有食物可以推广。那其实基隆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伴手礼或纪念品。我们这次去新加坡的时候，其实也有带了几样伴手礼到新加坡，也有送给新加坡的友人，那他们都还蛮喜欢的。那因为新加坡其实跟台湾真的长期都是非常友好的关系，影视啊影剧，所以他们对于，因为其实很多的戏剧很多的电影有些都是在基隆取景哦，那所以其实他们对基隆都有一些特别的情感在。那我们这次带着我们基隆的很特色伴手礼去送给新加坡的这些友人的时候，他们也希望说未来是不是有机会可以在这个他们的超市或者是他们的通路上面可以看到。那我们尽量来跟这个我们中华民国代表处在新加坡驻新加坡代表处来促成这件事情。还有这一款大礼包，结合了鱼品宣传、海鲜米粉、调酒三光、环境辣椒酱和咖啡包，更是经过设计师优化后的产品，纳入官方伴手礼的设计元素，未来将是基隆伴手礼行销的主力。
那其实我们这一次透过我们的市府大礼包，我们把不同的业者，就是这其实就是我们这一次 K-STAR 我们的伴手礼的新兴，就是那我们就是结合了这些商品，那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一个大礼包的部分，让大家组成一个团队，然后让大家可以去就是跟外面的商品做竞争。有别以往十大伴手礼甄选方式，政府今年改推出 K-STAR 基隆之星，分成四大类别，不仅展现基隆商品多元的特色样貌，更将商品设计进行优化。很多我们的青年的这些设计家，然后来把整个包装是弄得色彩缤纷，然后是非常有一些基隆的在地元素在里面的。所以现在呢，开始很多一些各县市的好朋友们也会来基隆观光旅游，然后透过这些伴手礼，也可以让他们更多的认识基隆，然后甚至可能从这些包装里面呢，就觉得哇，对基隆真的是非常的充满好奇感，然后甚至想要去多认识它。所以我觉得这个伴手礼的部分，其实它会是一个很好让大家去认识基隆的一个媒介。基隆实践伴手礼出炉，这些好东西不只能够传承口碑，更希望能够提升知名度并带动买气。记者黄绍明基隆报道。1 8 9，基隆市议员张耿辉参加七堵区六堵里社区关怀据点健康活动时，在六堵里长于良胜陪同下，主动推广并且教导长辈们用手机的 LINE 或扫 QR Code 加入基隆长辈照护平台，成为好友，多加利用。我今晚 LINE 给你哦，哈，我传给你，懂吗？哈，应该用 QR Code 扫，你看我。你加你。加入，好，你加入的话，线上基隆长辈照护平台是基隆市长谢国良为了照顾以及更便利长者们不用出门，特地请基隆市卫生局推出，能够24小时线上提供长辈们咨询相关健康照护和卫教等问题，由医师或是护理师等专业背景的人员线上提供回答服务。市议员张耿辉和里长余良胜都非常肯定，也感谢这项措施对长辈们的帮忙和照顾。谢市长上任以后，更是对这个我们长照关怀据点的重视啊，尤其特别交代我们卫生局长特别的成立一个平台，让我们这些长者都是一天里面有任何的事情，可以借过平台来跟他们请教一些相关的问题。我是觉得这个非常好。当然除了这个市长上任以后，除了这个长照之外的儿童的平台他也有成立，所以这两项都是我们目前都急需的一些需要借由平台来了解我们这个长者的一些生活状况，我想非常棒。谢市长上任以后推动这个基隆市长辈照护平台真的是造福很多长者，尤其是偏乡有这个平台的话会更加便利有什么问题可以透过这个平台来反映。还有不只是长者照顾，还有幼儿托护啊，还有我们关怀据点都现在都政府非常重视也感谢谢市长的用心。张耿辉表示，基隆市即将迈入超高龄化社会，未来在参加区里等各项活动时，也会随时协助市政府推广这项基隆长辈照护平台。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基隆市政昌隆。现场是基隆市南荣公墓生命典藏馆新建工程的开工动土典礼，除了市长谢国良亲自担任主祭官参与动土之外，许多议员也到场参加，显示这个生命典藏馆的议题受到许多基层民众的关注。我想这一次这个能够标出去，然后未来能够顺利的要来完工，而且品质要合乎民众的这个满意我们未来的监造工是非常的重要，再次跟你表示感谢跟恳托能够在未来的工作都能够顺利圆满，来在原地呢做重建，在经过了
相关的移植动作，把原来纳古塔里面的骨灰坛、骨灰罐以及灵位移到暂置区之后，谢谢我们所有民众以及纳古塔原有的这些先人的家人的体谅，我们总算在今天9月25号来做动工的动作，希望这个工程能够如期如职的来完成，能够在未来完成之后，优先把暂置区的先人能够移回来我们的生命典藏馆，那再接受基隆市市民的这个购买来参与我们生命典藏馆里面相关的设施，那这个工程希望能够圆满顺利。典礼现场除了市长谢国良、民政处长张渊祥，还有代表议长的江志强秘书、副议长杨秀玉、市议员何淑平、陈君佐、吕美玲、张之豪、施伟正跟陈冠宇等府会贵宾都共同参与这个开工动土典礼。对，那今天非常的开心哦，因为我据我所了解，就是这个生命典藏馆在林佑昌时代就开始规划了，那也经历过革命11次，因为这是开玩笑的，就是第11次的都审才通过在水保的这个整个就是规划哈。那今天非常的就是还是祝福我们就是我们基隆市政府这个案子终于今天开始动土了。我们都知道说动土如受孕哦，就是一个新生命的一个开始哦。那未来我想这个是我们基隆市民的新的一个就是福祉嘛，那也希望说这一个期程能够顺利圆满。我在想我们传统中国人对于这纳古塔的存放是非常非常的重视的，而且他们会认为这是关系着一个家族的兴衰，因此呢纳古塔成立以后，我希望能够针对基隆市民为主，而且在这个款项方面的话也能够以比较优惠或福利的方式来给我们基隆市民所使用，尤其对于中低收入或低收入户的话，应该更给予更优惠或甚至免费哦。这个我希望市政府能够针对这一点来作为考量。因为我们等待这个生命典藏馆，其实也是等待好长一段时间了。那我相信今天终于开工了哈，我们也是引颈期盼之后终于发生了。那我相信我们市民最希望的就是尽快的完成。因为呢，很多市民其实之前为了要动土之前哦，就其实很多的这些祖先呐、很多都已经先迁出来。那在外面其实本来就是一个成本负担嘛。那当然其实自己的亲属至亲就是流散在外，放在不同的地方，其实也是大家心里也不会安呐。所以希望说，这边可以尽速的完工，那就可以尽速的把自己的至亲好友再迁回来，那我觉得这个还给大家一个安心啊，让我们大家能够继续的来到这里慎终追远，这是很重要的。很开心哦，今天我们的基隆生命典藏馆终于在今天动土，那我想这是全体基隆市民哦引颈期盼的一项工程，因为这里有许多我们基隆市民的这个祖先以及他们的先人哦，目前呢都安灵放在这里，那因为这个年久失修，需要尽快找到建商来处理，那终于在现在哦能够顺利的进到动土典礼这个进程哦，我想对于基隆市民来说，应该是会很期待后续工程的发展，也祝福基隆市政府在这个生命典藏馆这里呢能够顺利圆满完工，然后提供更多基隆市民一个好的追思的场所。很认真的是，你可以看到南榕公墓礼厅的使用的次数，其实是真的越来越多。真的，也有不少的民众，不管是在反映礼厅的礼厅的是有些设备要更新、要改建，甚至数量的问题等等，包含小灵堂数量等等。那其实那终究会涉及到是在市府捉襟见肘的土地底下，怎么更有效的利用。所以这个生命典藏馆新建工程，它不只是未来让先人可以更加的就是安住在这边，也希望它可以同时回应家属长期的期待。资讯公开透明，进度公开透明，但也更期待透过这次的迁葬，让整个城市发展有更有转机。生命典藏馆工程预定在116年完工启用，参与的贵宾共同祝福这个工程顺利圆满，也期许这个生命典藏馆能够更加便利扫墓民众慎终追远。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天都还没亮，十多位马拉松跑者开始试跑，帮忙检测道路安全。
基隆首次城市马拉松将在10月6号登场，估计超过3000多位热爱路跑民众参加。而因应参加人潮，台铁已经通知10月6号将加开1302班次列车。特别感谢台铁公司，他们为了这一次的赛事加开了一班1302号班次，从树林4:40发车，到了基隆才5:47，所以出站之后啊，步行大概3分钟就到会场了。非常感谢，希望大家都能够尽量应用这班的大众运输工具，外县市的跑者来我们的会场的时候，如果用这根交通工具能够更环保，更能够节省时间。基隆城市半程马拉松将分成21、10及3公里3个组别，起跑从基隆国门广场出发，沿途经过海洋广场、港务大楼、中正路、长荣桂冠酒店折返，再前往中华路、协和发电厂、文明路、湖海路，最后到喵喵咖啡圆环折返，沿途风光明媚，不少报名选手都很期待在城市的道路里面奔跑。那也希望来自全国的朋友们能够认识基隆，那希望大家都能够热烈的参与。恭喜参赛的选手，也希望能够破自己的 PB， 拿到最好的成绩。那也要期待未能参加赛事的跑者们，但是希望能够来为我们的跑者加油打气，并且期待下一次我们基隆市政府能够再次的举办，然后让没有办法参加的跑者能够在下一次的时候也能够来得到参赛的机会。这条规划路线沿途有山海美景，对于跑者来说是一次很棒体验。主办单位好马长跑协会最近加紧进行团练，也邀请在地的跑者共同加入。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豆苗怎么啦？突然停下了。你好，请问怎么了吗？不好意思，你们店里入口处都没有张贴禁烟标示诶。有需要张贴吗？烟害防治法有规定，只要是在禁烟场所入口处都要张贴明显的禁烟标示，没张贴会被罚10000元到50000元呢。还有啊，禁烟场所里面不可以有东西被拿来当吸烟的器具，例如盘子、杯子或垃圾桶都不可以哦，违规的一样会被罚10000元到50000元哦。可是像我们餐厅有时候就是会有人在里面抽烟啊，那我也会被罚吗？在场所的员工或老板有负责要劝阻吸烟者，没有阻止就代表你们默许他们在里面吸烟。我们知道了，谢谢你哦。我们马上去文具店购买禁烟标示张贴，也会告知客人要遵守禁烟规定。豆苗你很棒耶，有把卫生局教你的都记下来哦。嘿嘿，这是我最成功的一次 ，yes。25年前就是回来基隆创业，所以我就把基隆的，譬如说基隆的 XO 酱、基隆的小卷，然后横滨岛的海藻，然后融入在这个饼干里面，乌金酥、杏仁瓦片，很想让这里可以让大家都知道我们基隆的好。你是否厌倦了大都市的喧嚣与污染，渴望一个小而美的城市生活呢？美丽基隆影片甄选暨摄影比赛活动在今年已经迈入第7届喽，分为影片甄选、摄影比赛，总奖金高达32万元以上。现在就拿起你手边的相机或手机，发挥创意，透过镜头记录属于基隆富美学的干净城市，捕捉城市中的细腻之美。详情请洽活动官网。1997年才开始启用的慈云寺大悲殿中，供奉由中国名师许习瑜精心雕刻的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为一尊四面佛祖，雕工极为精细。信众参拜完大雄宝殿后，不妨进到大悲殿一窥四面千手观音菩萨的独特样貌。因为可以快速通过，优先礼让行人的那种感觉。他们从中国来，移民到我们台湾，然后这样创业超过二十年，其实非常诚恳实在，在做生意，而且也懂得回馈社会，然后照顾我们的一些弱势民众。所以在疫情的期间，其实我跟他们有一起在共同参与，非常感动。确实把我们在这个台湾精神发挥得非常好，也很谢谢他们这样子长期的对我们的支持。可是宝，基隆有宝物猎人，艺术家找寻的宝石在哪里啊？源自台湾的古老染色艺术究竟是什么呢？基隆卫节目将用镜头带领观众实地走访，体验基隆的味道。个人也因为价值观非常的相像，连吃东西的口味都一样。一对一对的新人步入婚礼现场，接受大家祝福。你将是我这一生中最重要的王子与公主。基隆市政府113年市民联合婚礼将在10月24号举行，今年首度移师到万木山海星涌市停车场。结合了海景山景，要打造别出心裁的婚礼体验。我们今年度走的是海岛婚礼的一个形态，我们希望基隆市的新人好朋友们都可以从即日起到10月7号踊跃的报名，整个报名的限额是50对，请各位可以洽基隆市政府民政处脸书的粉专。那这次的奖品非常丰富，包括有石墨烯的双人的这个床组呢，还有我们的粉红气泡酒，这个玫瑰色的这个大同电锅等，那更有这个摸彩的活动，最大的奖项可以招待我们新人一对到我们游轮来参加游轮的旅游。市政府每年都会举办单身联谊活动，各区的户政事务所都有布置浪漫又特别的背景，让登记完婚的新人拍照留念。而今年的联合婚礼限额50对新人，采取线上报名。现在的年轻朋友都为了自己终身大事呢，有很多别出心裁的做法。当然有许多的民众会选择来参加我们的集团结婚叫联合婚礼，那也会到我们的户政事务所来登记。其实这个共同性是我们在户政事务所可以来预约，在我们集团联合结婚当天可以拿到您刚新出炉的身份证，写上夫妻的名字，现场就会由我们市政府的市长长官来颁证给你这张一辈子最重要的一次身份证的更新。那也欢迎大家能够选择到户政事务所，每个户政事务所都有非常漂亮的拍照背板打卡景点。基隆市政府化身成人间月老，鼓励市民朋友参加联合婚礼，只要一方涉及在基隆或者在基隆工作，报名成功除了可以获得新人贺礼，还有机会抽中豪华游轮5日游大奖。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前基隆市议会议长蔡旺莲看着摇摇欲坠的栏杆，绑着黄色警戒绳，另外一头同样也绑着警戒绳，警告民众不要触碰和进入。蔡旺莲苦笑指出，有人就说这样好像刑案现场。
另外，像是大门口及周遭原先都铺有小小的鹅卵石，便利民众按摩脚底使用，也因为年代久远脱落损坏，散落一地，健康步道变成了碎石场。就是我们有的人就会脱下来这样子走，对，这是健康步道了。这个是啊，但是它这个就不是。这个也是，因为哈、哦，你这么粗哈、哦，有的人会受不了。对，他会赶快移到这个比较细一点的。其实这里是基隆市第二大公园百福公园，公园里面的游具也因为年代久远拆光光。蔡旺廉表示，在前市政府时期原本已经规划重新整建，不料市长谢国良主政后，中央政府补助款突然缩减，导致原计划停止。虽然不是现任市政府的问题，不过面对日渐破旧的百福公园，蔡旺廉大声疾呼市政府应该立刻先规划整建公园区。至于公园里面同样逐渐老旧的建物水漾会馆区，未来再规划，不需要两者同时并行，才能缩减百福公园重生的时间。长期一直在延待，一直在延待。我们现在使用率很高的民众，我们的选民乡亲，大家一直在抱怨，抱怨说百福公园为什么烂摊子摆在那边？夏天来这边稍微做休闲、做活动，早上一大早来做活动，有时候还有发现蛇类在这边出没。非常危险，所以我一直在极力。这一次，我有跟市长建议过，市长也非常的希望说，我们百福公园现在现有的，我们先来做一个实施，包括我们的碎石健康步道也好，我们的这个儿童游乐设施更新也好，还有我们的篮球场的地面跑整治也好。这个都一并，我们现在要先动起来，不要等整个预算下来以后才要来做一个全部更新，那个时间会拖很久很久，这个是不得体的啦。我还会再建议市政府一定要做一并的考量，不要跟水漾一并合在一起。蔡旺廉指出，公园里面属于 BOT 的水漾会馆建物，最近营运负责人换人，会馆建物也已经老旧。如果市政府要一并把水漾会馆区和公园区两者合并规划整建，只怕期程越拖越久，旷日费时。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以上就今天的中嘉新闻，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是蔡小军，祝您一切平安，我们再会。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大型活动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关心市政自会来节目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来讨论各项政策最新发展，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欢迎锁定每周三晚上九点基隆第四频道关心市政自会来。台湾管辖最多的灯塔在哪里呢？孤单又浪漫是什么职业啊？码头工人蜜语打鸟是什么呢？基隆味节目将用镜头带领观众实地走访，体验基隆的味道。市长，你被挡住了。好，我来把它搬开，我来把它搬开。哇，好重！好了，可以走了。各位市民好朋友，你会担心像刚刚的许愿一样，想要进出的时候，结果都被盆栽都挡住了吗？我们七月一号开始有一个盆栽整洁的专案，我们将会用绿脚丫来代替行人需要进空的空间，让您可以有一个更舒适、更安全的行人空间。请一起响应我们的绿脚丫，来代替我们的盆栽。盆栽摆放要不妨碍交通，
不滋生蚊虫，不制造脏乱。为了我们的干净家园，我们的盆栽要整洁哦。